好了，隨時起步。好啦，開閘嘅時候咧，好運齊來慢啲啊！咁美麗經典都係慢噶，尾三位置紅衫大榮來啊！咁啊，尾四粉紅衫咧，依家褪落去包尾左右咧，就係嗰只勇敢傳說嚟嘅。咁啊，出邊最出黃衫咧，就嗰只川河專區啊！好啦，咁啊跑咗一段嘅路程啦，咁啊前面一對馬比較快嘅，咁啊有呢只宜昌福星咧，善傳千里咧，六三豪霸第四位喜勝勁驅，咁啊內欄黃衫仲有呢只好運齊來馬冧中間第六度啦，就係呢只快利出邊黑白格仔衫神速寶最出黃衫川河專區內欄尾衫粉紅就美麗經典尾衣紅衫大榮來包尾係勇敢傳說啊！好啦，咁啊轉彎入直路咁滯啦，前面一對仲係佔先啲嘅，咁啊淺藍衫咧就係呢只宜昌福星啦，內欄善傳千里過咗佢啦，豪霸第三喜勝勁驅第四，內欄好運齊來中檔第六快利啊，第七紅衫大榮來內欄美麗經典，咁啊後邊三隻。黄衫咧就川河专区黑白格仔衫神速宝啊，紫色眼罩粉红衫咧仲有只勇敢传说啊。好啦，最后百零米，卖变线传千里，咁啊最出咧就系呢只快利上紧嚟啦，中间喜胜劲驱啊，接近终点快利外边，入边线传千里。咁啊，第三喜勝勁驅，第四咧就宜昌福星啊，內欄黃衫大約第五啦，就嗰只好運齊來啦，吞落嚟嘅馬六三嘅豪霸上咗少少，紅衫大榮來出邊仲有粉紅衫咧，就勇敢傳說啦，內欄粉紅就美麗經典，咁啊後邊兩隻神速寶啦，黃衫咧就川河專區。第一組試得好嘅善傳千里啦，一路都跟咗喺前面嘅，咁啊翻到嚟末段咧，只馬咧都冇減弱嘅，咁啊只馬個冠主力都好強嘅，咁啊狀態到位噶啦。全新蘋果馬網五大贏馬武器缺一不可 ，Fact Check 馬圈資訊，齊上齊落 ，Full Gear 送上蘋果馬網，反對通知書，有料一定贏。